刚才讲完了指示字，讲完了指示字，接着大家看180页会议字啊，会议字比较简单啊，会要比较简单。会议字的话大致上分两类，一类是那个几个部件都一样的，另外一类是部件不一样的。部件都一样好理解，对不对？大致上是表示多，是不是？大致上是表示多，或者是表示这几个部件之间存在一样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这么几个字，第三个字，第三个字大家看一下，两个人，一个人跟在另外一个人的后面，对不对？一个人跟在另外一个人的后面，这个表示尾随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随从的意思啊。这个字就是从字啊，从来的从啊，啊，从来的从。再看倒数第二个字，啊，这个字，这个字的话，这个字最象形的写法，在经文里面有个写法，就是下面这个写法画的不是很像啊，就我们的脚丫子，我们的脚丫子，脚丫子这么多指头一个一个画，是不是很费劲啊？那就画三个，一个两个三个大拇指，对不对？画三个是不是简单了？然后呢，发生笔画捏连，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了？然后呢，再发生笔画离析，是不是就变成这样的东西了？那这样的话，我就告诉大家，今天写成停止的止的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表示什么？表示脚丫子的意思，没问题吧？那我们来想象一下，脚丫子对人来说是不是应该属于人？如果是直立行走的吧，没问题吧？对一个直立行走的人来说，脚丫子是不是它的底座？那如果是一个房子，房子是不是也有它的底座啊？也就是它的基础，对不对？那房子的底座后来写成哪个字啊？是不是写成这个字啊？今天我说什么地址，是不是这个字？基址的意思，对不对？基址。再来一个字，脚丫子里边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的脚趾啊？从脚丫子局部特指化，特指脚丫子上那个一个一个的脚趾，这样是不是又造出一个字啊？是不是要做这么一个字啊？今天我说脚趾头的趾是不是要这么写的啊？没问题啊，这是从这个词的派生来说，我给你论证。再接着我们看，如果知道这个趾是表示脚丫子的意思，那这个字表示什么呢？是不是两个脚丫子嘛，对不对？会意了吧，有两个趾嘛，对不对？不管哪个方向是不是应该都是趾，两个脚丫子，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你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动作啊？走路的时候。所以这个字是不是表示一般的行走的意思啊？哪个字啊？上面一个止，是不是应该是步字？所以步本来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是行走的意思，徒步的意思。引申以后是不是产生一个意思，你每次行走是不是都形成一个幅度，这个距离是不是也叫步啊？一步两步三步，对，古人的一步是不是要两个加起来，对不对？两个加起来啊。好，这个字搞清楚了没问题吧？那我们来看类似的字，这是一个字，这是另外一个字啊。这两个字是不是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字，没问题吧？这两个字的区别是不是一个画了脚，一个没画脚？看明白了，一个画脚，一个没画脚啊。但他们俩有个共同点，手上都拿了一个什么？这个是牦牛尾。啊，你不理解，我给你打个比方，就今天你看到这个广场舞里边，对不对？拿着那个扇子，两只手拿个扇子在跳，是不是两个字表示的意思都是跳舞的意思？其中这个字后来历变以后变成了这个字，对不对？那这个有脚丫子的历变以后变成什么呢？
是不是两个脚丫子加上去啊？是不是就是留两个脚丫子，看到了吧？是不是下面那两个部分脚丫子这么横着的时候是变成这样两个部分，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啊？那这两个字是不是应该是古本一字？这我是告诉你，跳舞的舞最早的写法应该写哪个字啊？写无论的无，有无的无啊。这个你搞明白了，那我这个部分是不是告诉你也是表示脚丫子的意思啊？那我再画一个字，对不对？表示两只脚，这个是表示山，对不对？就我们今天立变成今天的左耳旁，两只脚往下，脚趾是不是往下的？是不是下山的意思啊？是没问题的吧？那下山的意思又有左耳旁，那这个字哪字呢？然后这个东西刚刚给你论证了，这个东西是不是跟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嘛？下面又有这样的东西，这样是不是下降的降，是不是就出来了？下降降出来了，那这个字给它反个方向，那这个字哪个字呢？是不是这个字我们认识啊，步字嘛？那这个字呢？上山了，是不是志？志是我们读文言文的时候有个意思，志是不是表示提升的意思啊？升官的时候是不是叫志啊？对不对？志还有一个意思，是不是表示爬山往上爬的意思啊？诗经里面是不是有句话叫做志比高冈，对不对？还有经常说祖先在上帝庭致将，对不对？志跟将经常是对举的啊。那相应的另外一个字是不是也出来了？刚才跳舞的舞下面的部分，是不是命运多舛，很乱，很纠结，一只脚往这边，一只脚往那边，对不对？没问题吧？那如果两只脚竖着写的这种方向，我再写个字，这是表示起点，一只脚往这边走，一只脚往这边走，是不是这两只脚是不是要代表不同的人？我们俩原来都在一起吧，都是框框表示起点，然后呢你往这边我往这边，是不是分道扬镳了？是不是背离了？上面是这个，对不对？下面呢根据降去推，是不是这个字为？那为本来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应该是背离的意思啊？后来是不是再加一个走自己，然后有个意思叫违背，没问题了吧？好，我在这个字的基础上还可以这么弄，是不是我又开始给你用脚给你造字，对不对？这个字是不是好多好多只脚啊？每一只脚是不是代表一个人？然后呢这个是不是表示什么？外面这个框框一样的行走的行，是不是表示道路的意思？行本来是不是应该是道路的意思？今天我们经常说了行走的行，在道路上动是不是就是行走的意思？好，道路的路口，对不对？十字路口有个空间，所有的人都围着它，对不对？并且是背对着它的，是不是大家都在保护它？大家是不是都在保护它？如果你从保护的角度，是不是大家都在保护它？如果你从攻击的角度说，是不是大家把它包围了？是不是把大家把它包围了？是看你什么样的动机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另外两个意思出来了？把左右两边的拿掉，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保卫的位置？对不对？但从这个字里面，是不是你还读出来，还有可能有个意思，是不是应该是包围的意思也有可能？包围的意思是不是后来又这么写了？外面再加个框框，是不是这就是包围的围字啊？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给大家一个体会，就是如果我要把汉字学好，如果你知道那些最基础的那些象形字，知道一个以后，是不是可能会帮助你解决十几个二十几个字，
对不对？那么汉字，我们说大家如果去积累的话，说常用汉字大概是3500字，对不对？历朝历代如果通用字的话，加上的话大概在6000字左右，对不对？你要掌握6000个字，是不是数量很惊人呐？但6000个字最终可以把它什么？通过组合方式给它不断的什么？不断的分解、分解、分解、分解，分解到最后是不是会得到最基础的汉字？那最基础的汉字是不是就是做构词、构字能力最强的那些部首？是不是这些部首字？那这些部首字大概有多少个？大概200个左右。那我想，如果我们把那200个字，它的原来是什么意思，原来怎么写，搞清楚，那对于你去理解这3000个常用字、6000多个通用字来说，是不是应该是有好处的？啊，那相应的，大家如果要学汉字的话，也有个方法，不要一开始从所有的字入手，应该是从部首字入手，对不对？你把部首搞清楚嘛，对不对？那我刚才给大家示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把这个纸搞清楚，就搞清楚这么多字，对不对？还有一些我没写，对不对？啊。好，这是一类。另外一类是几个部件不一样的，休息的休我们刚才讲过了。第二个字是里面那个是日，外面都是草。啊，外面都是草。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太阳掉到了草丛里边。太阳掉到草丛里边是不是有个时间？黄昏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所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傍晚的意思。那这个字立定一下。草字头没问题吧？日，没问题吧？下面的两个草连到一起了，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字？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字是不是本身是个会意字，对不对？当然这个字经常假借去记录哪个意思啊？假借去记录无指代词，没有人没有事物这个意思。这样的话是不是它需要造一个新的字来记录它的本意？那新的字造一个，是不是再叠加一下，又加了个日，这个日是不是叠加了？原来是不是已经有日了，后来是不是再加一个就造出一个新的字了？啊，后出形声字，后出形声字，啊，这是木字。第四个是取字，这不用说了，取东西的取，右边那个这个形状，右边这个表示右的意思，这个看清楚了啊，就今天又来了这个又啊，你直接看字形都能看出来是什么，一折就出来了，对不对？那又这个字本来的字形，本来的意思是表示什么？画的是什么？画的是手，对不对？确切说可能画的是右手，对不对？但其实它在表意的时候，构字的时候，它可能泛泛的表示手，表示手的动作，明白吧？一只手拿着一个耳朵，这是不是就是取这个字？我们这个取字是不是取字啊？那取的本来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是打仗的时候你杀了几个俘虏，你是不是要把他的耳朵割下来？是把他耳朵割下来，割下来以后串成一串，10个耳朵左耳割下来，我是不是相当于我杀了10个俘虏啊？不然的话你是不是可以谎报，你说我杀了50个，那你说不割耳朵行不行？我割头那多麻烦，对不对？你拎了50个头回来多累啊，对不对？当然早期是不是肯定也有割头的，对不对？到后来就有个这样的习俗，是不是割耳朵啊？啊，这是关于取。那所有跟右有关系的，是不是都是跟手有关系的？那如果你抓到一只鸟，这是不是一个字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哪个字啊？是不是一只两只的只字？那甲骨文的话是获取的获字，抓到一只鸟只字，抓到两只鸟是不是双字？没问题了吧？啊，我就不跟你去论证了，反正这个右基本上都是表示手拿着东西的意思啊。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字是不是也有一个右？看到了吧？最后一个字也有个右吧？这个右是不是拿着一根木棒，竖着的，是不是一根木棒？拿着木棒对着一个什么？这个是牛头。它的这个画法，大家看一下，它本身是表的牛头，这两个是牛角，没问题吧？本来这个地方不应该这么出头的，只要出头一点点。大家看牛角的时候，大家注意牛角那个牛头中间这个地方是不是凸出来的？
你说这个中间是不是凸出来的？然后它的脸本来是什么？牛脸是不是三角形的？我给你看，牛脸本来是不是三角形的？大家注意一下，牛的脸是不是三角形的？没问题吧，小牛？三角形的脸笔画画以后，是不是慢慢笔画线条化以后，是不是变成这样的一个东西了？这样再曲线一下，是不是大概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啊，就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他画的是，相当于是一只手拿着一个木棒对着一个牛，这是典型的放牧的动作，是不是放牧的动作？所以这个字就是放牧的牧字。那你知道这个字是放牧的牧字，是不是立马知道一个东西了？就是我们今天呢，这个偏旁，所谓的反文旁，它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变来的？是不是实际上是一只手拿个木棒变过来的？那相应的是不是理解一个东西啊？反文旁表示的字一般来说都是跟击打有关系的。你拿木棒干嘛？是不是一般是击打？那我们看打败的败，没问题吧？政治的政，教学的教，是不是都没问题啊？然后有一个另外一部分是这个东西还可以变成什么呢？立定的时候又立定成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地方有时候可以加个出头，立定成这个铺，这个偏旁，这个偏旁是不是也是跟击打有关系的？比较典型的敲门的敲，没问题了吧？哎，你如果知道这个东西的话，立马反文旁也罢，铺字旁也罢，基本上都是跟击打有关系的啊。那教学的话不用说了吧，那个是不是代表上教鞭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啊？政治的政，孔子把政正也，对不对？把他儒家把他弄得很温和，对不对？其实政本来就充满了什么暴力色彩啊。敲不用说了，拜，拜本来意思背，是不是表示钱币的意思啊？你拿个棒把那个贝壳都敲碎了，这是不是叫典型的败坏，对吧？我们今天说败家子，对不对啊？典型的败坏的动作，对不对？典型的败坏的动作啊。这是关于会议啊，关于会议。那会议里面你把这些基础部件搞清楚以后也就清楚了。那我们看一个典型的很多部件合在一起的会议字。拉一下这个。我们看如果多个部件合到一起，大家能不能认出来啊？看一下字。这个是像什么？房子吧？有没有问题？是像房子吧？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宝盖头。好，宝盖头跟房子有关系，没问题吧？啊，你找好多字都有。好，再接着，这个是什么？草，好多草，草丛、草堆。那在房子里面嘛，不大可能是长着的草了，对不对？可能是草堆吧。啊，这个字认识吧？人，人在草堆里边，没问题吧？然后草堆在房子里边，没问题吧？再接着，这个没见过，冰，这个冰的形状，冰的那个花纹见过吧？冰的花纹啊，这表示冰的意思。今天变成什么了？两点水。今天变成两点水啊，就是冰字。好，这个字理会一下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有人猜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字的意思是，这个字就对应今天的寒字，寒冷的寒字。但是寒冷的寒字在历变过程中是不是发生了部件粘连？粘连以后是不是中间部分已经不能够讲理句了，上下还可以讲？这个字大概的意思就是，表面上看它的画的这个字形的话，就是一个人在草床里边，对不对？睡着，对不对？但是脚底下结了冰，那是不是这个天气很冷啊？是不是啊？这个我一看到这个字，我就想起林冲，对不对？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起林冲在山神庙的样子，对不对？大概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这个是寒字啊。那会字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看图什么？看图认字嘛，对不对？是吧？看图认字啊。另外一个字，同样是一个房子，涂黑，
这是不是有个人脑袋特别大涂黑了？刚才我讲过这个是什么木棒吧，木棒有时候打个拐弯也可以，对不对？大头棒，一只手拿着个木棒，看一下这个状态，这只手肯定不是他的吧，是不是？另外一个人拿着个木棒对着这个人的脑袋敲，是不是大概是这么形状？然后这个外面是不是有个房子啊？那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啊？对不对？绿地宝盖头，这也没问题吧？表示脑袋的意思，脑袋意思是不是圆字？是不是圆字？圆的本意是不是应该是脑袋的意思？归其原面如生，对不对？把他的脑袋还给他，脸上的脸色还跟活着的时候一样，对不对？永世不可忘，善其圆，对不对？圆是不是脑袋的意思？对不对啊？那圆是脑袋意思，是不是产生了最基本的意思、第一的意思、最重要的意思，对不对啊？好，寇的意思是不是通过这个字形立马你就知道了？寇的意思就是到别人地盘上去撒野。通俗讲，这是不是叫寇啊？如果你到我家，我打了你一下，我算不算寇啊？不算，那是你自找的，对不对？对，我跑到你家去打你，这是不是就叫寇？啊，比较典型，日寇日寇，能理解啊？在座没有日本人啊？啊，你们以后教学生，如果有日本人，千万不要举这寇这个字啊，会激起民族情绪啊。好，像这种是不是你都可以看到？你把最基础的那些部首搞清楚，新华字典里边前面那两百多个部首，对不对？不管哪个字典搞清楚以后，立马好多字都解决了，对不对？啊，好，这我们就讲到这。形容字我们不多讲了，这些都是形容字啊。它的结构也不多说了，形容字的结构有这么多种，其中比较难认的是什么？形旁或者声旁占了一个角落。我们刚才一开场讲的那个灾那个字，是不是本质上是不是属于形旁占了一角，对不对？是不是只占了，如果把这个框框分成四份的话，它是不是只占了四分之一？四分之三是别人占的，对不对？那声旁也可以占一角，比较典型的这个啊，如果你查部首这个字你要注意啊，查部首这个字应该查哪个部首啊？啊，部首是不是应该是这个部首？是不是应该是这个部首？这个部首读眼，这个部首的最早的写法啊，看清楚了，那个眼字的最早的写法就这么写的，看明白了？他画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旗子，旗是不是那个飘的东西？旗杆，旗杆上面是不是有一个装饰品？看明白这个东西啊。好，那这个是表示旗的意思，你看看是不是所有的字都跟旗有关系的，有这个部件的，这个字理解了？竹，这个字也理解了吧？吕这个字怎么写的？就这样写的。吕是不是应该是本来是不是说的是一个打仗的时候一个单位，一群人，对不对？这群人是不是要拿着一个旗啊？一个旗是不是代表你们是一伙的？那竹是什么意思啊？竹是不是又有旗又有一支箭？竹本来意思是不是有个意思是什么？它不仅是血缘单位，同时也是军事武装单位。古人去打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春秋的时候，很多人家里都有家兵啊。我去打仗就带着我家里的，哒去打。对不对？那他的族是不是本身既是血缘单位又是一个什么军事单位？这也搞清楚了啊，这些字。所以像这个的话是不是属于什么形占了一大片，声是不是只占了一角，旗是不是只占了一部分，对不对啊？相信得告诉你，这个眼是表示旗帜的意思，你不信的话可以把所有表示旗帜的字找出来，99%的字都是从这个偏旁的表示旗的意思啊。古人有九旗十二旗等等等等等啊。好，这我就跳过了，这比较简单吧。我们这个课反正是这么一个处理，很简单的东西我就给你赶快过一下啊。有稍微难一点的敞开一下。最后转注跟假借大家看一下，转注背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去管它了。转注者见类一手，同意相授，考老师也会背就行了啊。到今天为止没有人搞得清楚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将来也没有人能搞清楚，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应该是属于解释学的一个困境？如果张三本身说了很少的话，你怎么搞清楚他？对不对啊？最后讲假借，本无其字，一生托事，另长事也。这个地方顺便把这个通假跟他一起去讲。我们讲字迹关系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个通假？对不对？啊，那假借跟通假的关系，首先我们先来看假借的问题，它有个定义，看清楚了，他说的假借了吧？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本无其字。这句话能理解吧？那本无其字，谁本来没有字呢？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本无其字？是不是谁没有字？对不对？现在呢，医生托字托事以后，他就有了字，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那我给你翻译完以后，就是说语言里边，我们来想象一下，第一个大的论证、大前提，大家都接受了。今天，语言先于文字。没有问题吧？第二，有语言未必有文字吧？啊，今天还有很多人都没有文字吧？对不对？所以文字是一个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啊，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阶段，我语言里边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的词，但我没有字，对不对？到某个阶段，我是不是突然之间萌生了要为语言造词造字？社会发展的需要，我需要记账，记好多账。光靠脑子里面记记不住，对不对？这个时候是不是很需要文字啊？那文字去记这些词的时候，面对一个问题，比如说太阳意识的这个词，我要记它是不是很容易啊？我造一个这样的字，是不是搞定了？我造了这个字，是不是就可以表示太阳的意思啊？好，那如果要表示人这个意思，多少个人，是不是我也可以造一个这样的字表示人就完了？这个是不是叫象形字？很简单吧。我这个意思是告诉大家，所有的文字体系如果它是自己出现的，那最早产生的一批字符是不是应该都是象形符号的？说是象形字吧，没问题啊。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比如说人呢还有好多部件，对不对？有脑袋，是不是涂黑一下又造了一个字啊？那如果人还有胃里边的器官怎么造？是不是也可以象形啊？比如你要造肺，你就画个肺的形状嘛，理论上是不是这样的？你叫胃就画一个胃的形状嘛，对不对？那胃原来是怎么写的啊？古文字的胃怎么写？但这样是不是有个问题了？画成这个形状的时候，如果脱离语境，是不是你未必知道它是胃啊？长成这个形状呢，可能是一个水壶呢，对不对？如果你是拿牛肚做了一个水壶，是不是也是长这个形状的吗？对不对？这个大家看，好多少数民族是不是可以拿牛的胃，对不对？做一个水壶，对不对？直接喝，对不对？皮的，对不对？哎，那你怎么知道它是表示肉体呢？是不是我再加一个这个东西啊？再加一个提示你哪一类意思，所有的表示肉字旁的字，这是排骨一样的啊，肉字旁的字是不是都是跟躯体有关系的？那你肉字旁的字产生出来好多啊，肺，对不对？今天的脸，是不是都可以肉字旁的嘛？对不对？我不写了，好多好多好多，对不对？那我这样，哎，这一类的象形字跟前面象形字是不是有变化了，对不对？但我这样做完以后，我发现是不是还是有问题啊？首先，我是不是所有的词都能够用象形呢？我说你我他的我怎么象形啊？每次说话者发生改变的时候，是不是我就发生改变了？我说我来了，跟你说我来了，是不是不一样的意思啊？对不对？你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问题啊？也就是说，这地方第一个面对的像代词这样的，是不是很难造字的？没问题吧？第二个，即使有些能象形的，比如说狼，你能象形吧？那你象形完以后，狼跟狗怎么区分呢？也就是说，有些物象本身是不是它的区别度很小，用象形是不是很容易混的？听明白我的话的意思吧？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两个局限？第一，有些词根本无法用象形法来给它造字，
第二，有些词即使可以象形，但是字跟字之间的什么，我们叫区别度存在问题。那样我是不是需要有一种新的方法？那新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种方法直接一点一点，比如说表示他的、他们的或者那些的这样一个代词，它的读音跟簸箕的这个意思的词读音很接近，我是不是可以用同音词它的字来记录它？我给它写出来是这么一个过程啊，词 A， 词 A， 是不是词 A 已经有字了，对不对？现在有一个词，你面对一个词 B， 要给它造字，你发现象形不行，你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词 A 跟词 B 什么音同或者是什么音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条件？既然词 A 跟词 B 音同，那字 A 是不是应该是继承了词 A 的读音啊？字是不是继承的是词的读音啊？没问题吧？那这样的话词 B 怎么办？得得得得得得得，字 A 是不是就过来了？这样字 A 拿来记录谁啊？字 A 是不是可以拿来记录词 B？ 他没把这个假借的过程了吧？那我拿一个例子，比如刚才这个说的棋，看到这个棋字，我们这个里边的第三个字看一下，棋本来的意思是簸箕的意思，簸箕大家有没有见过啊？农村里边抖那个扬尘啊，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啊，放东西啊，有点像垃圾桶、垃圾那个簸本箕一样的啊，簸箕是这个形状，对不对？簸箕后来加了一个声旁，这个是不是也是读箕？后来再加个形旁，是不是足字头？这样是不是产生了簸箕的箕的什么后出本字？是不是后出本字啊？但我们知道汉语里边是不是有个很高频次的代词，表示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以其人之道，那个其人，那个其是不是是一个很抽象后生的一个代词，只是代词，那些的，对不对？那的，对不对？啊，那个词没有字啊，怎么办？因为其跟鸡，簸箕的鸡是不是读音很接近啊？所以是不是就借过去了？借过去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旦一借以后，如果这两个词读音不是完全相同，那就会导致相应的字有两个读音，一个是不是读成簸箕的箕，一个是不是要读成其他的其，听明白我的话的意思吧？所以假借是不是有可能让一个字变成一个多音字啊？但假借有个什么东西出现了，你看一下，没假借之前，簸箕的箕这个字形跟簸箕这个意思是不是他们俩是切合的？你看那个簸箕的箕这么画，是不是交叉的表示竹子编制的，对不对？弧状的，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它的字形跟字义是不是贴切的？但一旦假借以后，字形跟字义是不是就不贴切了？什么什么的这个意思跟字形有没有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同样我们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那个，看一下这个字形，这个字形你觉得像什么呢？胡须，这个是不是代表下巴？下巴上长了好多胡须，没问题吧？所以这个字本来意思是下巴上长的毛，对不对？今天叫胡须，对不对？胡子，胡子的意思，对不对？但这个字后来怎么变呢？是不是变成这样连在一起了，对不对？再连完以后再给它分开，是不是变成这个字？也就是今天楷体字的而且的耳字，原来最早的写法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写法？看明白了吧？那耳这个字是不是今天更多的记录的是哪个意思啊？是连词，是不是连词啊？而这个连词的意思是不是太虚了，没有办法去记录吧？那怎么办？记录了，借了一个表示胡须的意思的这么一个字来去记录这个连词的用法，看明白了吧？那胡须这个意思的字在哪些字里面还体现出来了呢？这个字，
耐这个字还体现出而有胡须的意思，耐本来表示的是一种刑罚，把你的胡子剃光，这个动作叫耐，听明白这意思吧？古人是不是把你的毛剃光，是不是表示一种侮辱性的行为啊？把你的头发剃光呢，是不是叫困？是不是把你的头发也给剃光？这是不是都表示一种处罚，对不对？啊，这个里边耐还里边那个儿还体现的是胡子的意思啊。好，这是第二个，最后一个字我不给你去论证了。最后一个字是我今天的你我他的我字，它本来表示的是一种兵器，这种兵器有点类似于猪八戒那个东西，对不对？有点类似于是一种耙一样的，它是一种戈一样的形状，但是上面长了好多齿，这考古有发现。你我他我是不是也不可能造字的，对不对？也是借。第一个字来字，来今天是不是表示来往的意思？来往的意思是不是也很难造字的？因为来的意思是表示向说话者靠近，这个意思是不是也很抽象的？一旦有说话者在一起，是不是就意味着会不断的变化的，随着语境？那它的字形是像什么呢？像一种麦子，是不是像一种麦子？所以它也借用了一个表示麦子的意思的这个字来表示来。那原来表示麦子的意思这个字怎么办？他本来还造了这么一个字，下面画一只脚，这个是本来想拿来记录来往的来的意思，脚是不是表示这个来往的意思，对不对？但这个字后来拿来干嘛了？啊，这个字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麦子的麦子？后来变成麦子的麦子，看清楚了啊。麦这个字是不是其实是从原来这个来这个字基础上加了一个止，对不对？它本来是想呢拿来记录来往的意思，但是后来很不什么，没有实现它原来的造字的什么动机，最后是掉了个个。来这个字记录了来往的意思，麦这个字呢记录了麦子这个意思啊。这个是表明了假借这几个字都告诉你一个意思，假借本无其字的假借很多都是发生在所记录的词意思很虚或者意思很抽象，是不是？这个搞清楚了。那另外一类叫通假是什么呢？通假是一般情况下它的一个定义是本有其字，就原来有字了，明白吧？但你临时写的时候写了另外一个字，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是感觉像是什么，像是别字，是不是像是别字啊？你写了另外一个字啊，这一类叫做通假。所以通假跟假借的核心的区别在哪？你到底原来有没有那个字？